来下样来。过来鱼翅鸡要这种，要这种的。卤肉卤，这边点卤肉卤啊。哇，袂稳的啊，袂稳的嘛。哦，帮你这种来，卤肉卤，卤肉卤。来，鱼翅鸡我先来讲一下，这包是大包的哦。这包是啊大包，这边是大包的。较早我炸两斤的，这鼎是外重，这也是两斤半，两斤半。当然，搞咱是两种物件，乌醋甲盐水就好啊。唔好，我一只要七百、八百、六百，注意听啊哦，一只两斤半。全部无啊，剩只尔嘛。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人个无啊。要吃六个，猛去开，或者开七百、六百、八百、五百，注意听。两百好，两百两百，两百，哎，两百好，两百两百。哎，吃一个啊。两百好，大包的大包，两斤半，两百两百。好，我吃。两百好，这么吃。我吃，我吃两个啊。今年要两百好，两百两百，两百两百，两百。两百我这么吃，两百，跟吃吃吃吃，你收起你。哎，吃我帮你包。五个，六个，七个。七个，九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个哦，无啊无啊，你啊一个无啊，你啊九个无啊，九个，来，来，我收钱，我收钱，袂个，来，收收收收，十杯，过来，邓姐，哦，你先邓姐，来，你先摸起来，你先摸起来好无？阿弟，你啊倒摸一下，你后边这边倒摸，就慢慢看，来。今天怎么感觉空嘛？来，你过来这边，你过来这边。你帮我把东西搬进去，你不要搬，你搬进去。啊，无啊，当遐位有啥物？外面山啊，山啊，你吧。那你做几包十个嘛？十个，啊，一个四包装。三，来，你这是，那你啊，十包先出去。六包先出去。来，这边我开始收钱，我就欠两包，又欠两包。又欠两包。来，啊，五九几耶？我等一下问女士啊。好，我一个四包的嘛，一个四包的。来，你先出去，你啊，多包先出去。五斤。四包呀。来，四包。来，我叫五斤的。我叫五斤的。来，八条啊。大家今天拢来宽你一回啊。过来，我买来无，两百了，两百，两百，来两百，干贝鲍鱼翅跟拢有啊哦，到一个买四包的，后边，到一个买四包的，你买四包嘛，来加一箱的，来伊按照两包，伊来先找你，来加一箱的，我不会花第二间，我今回无坐，我今下班，搁一个人加一箱的上，搁一个一箱的，哦有啊，行，找好哦，好，迄两千五百，你两千五百创哪货啊？不管你们生意如何如何，就是安尼啊！系啊，大家生意如何如何，就是清早早清沙。大家生意如何如何，我还要一包哟，来，我发一个，我发一个，两包两包，一次个，敢卖两包两包紧嘞？好来，先做几斤来，妹妹注意听，晒两个阿姐，阿你一包，来，好姐，阿姐，上买两包无要紧咩？有提钱，有买两手，来。五百个贝，来，先台机，先台机，来，五百个贝来，来这，五百个贝啊，这里一包，把到一百块一包，来下去，来姐，来好啊，切好啦，好啊，谢谢啊，我来，后来，哎，那个我跟你讲那个，好下午啊，来，明天后来店买来，店买来，那个什么，店长，先台，几块啊，那个鱼肚，啊，鱼肚来，鱼肚什么价？真的鱼肚有啊，来鱼肚要几两个斤的哦，无啊，一箱两一百的哦。那你今日三百多，人家注意听，紧提钱五百多，五百五百。来，加油啊！五百好紧的，五百五百，三百多，五百五百。妹妹，在我这买鱼肚，你买完了，保证无刺无土味啊！我等下一百张，第两百来上三袋，来上四袋，来上五袋，来上六袋，来上七袋，来上八袋，来上九袋啊，来上十袋哦。鱼肚啊！十袋哦，你五百多。来，加油！来，上一袋啊！来，两袋，收起三三袋、四袋、五袋啦、六袋啦、七袋啦、八袋啦、九袋啦、十袋，五百五百。来，五百。三百袋，五百五百，三百袋，五百五百，保持也要两袋，三袋啦、四袋啦、五袋啦、六袋啦、七袋啦、八袋啦、九袋，来十袋哦，你五百五百。我买三百袋嘛，五百五百，保持保持哦，保持保持，我先不吃五百五百，五百五百，三袋、四袋、五袋、来六袋，我先不吃五百五百，拢有啊吼，够未？啊。妹妹，明虾的也要一份啊！明虾的也要一份来，六七八九十，我包我包。干嘛欧北？好啊，好啊，妹妹，我存起来。领导小家的三包，我给三包三包。三包姐，一二三四五来六来三包三包。来三包，恭喜恭喜！我加了没啊？我包你没五十，我包你没五十啊！三二三四，我加三来五来六来三包三包。三包，来一二三四来五六来三包三包。我先把三百多来，两袋啊，三袋啊，四袋，来五袋啊，六袋，三包三包。给我爸，给我爸。帮你留了。来一二来三，大姐啊，四来五来六，一包跟这个一份。妹妹，我你买我的鱼到那边烦恼，我一百的赚你一百块尔，你莫搁想啊，一袋赚你一块尔，你莫考虑啊。外口人我提有饲，该抓无饲，我是保证无饲，搁什么只？
二来三四来五六，然后什么价？三八三八。好，先不要一袋卖你五六块，你莫想啊啦！一袋哦，你啊两袋啊，三袋啊，四袋啊，五袋啊，六袋，搁什么只？三百三百。好，加钱。三百哦，三百，保证无是无土味的啊！三百三百，这么叫薄利多销，这个叫薄利多销啦。真的是薄利多销。这个叫薄利多销啊！搁什么只？不是三百。三袋啊，四袋啦，五袋啦，六袋啦，三百三百。我唔是用骗的薄利多销啦，是真正薄利多销啦，茫看有啦。一袋啊，两袋啊，三袋啊，四袋啊，五袋啊，六袋，搁什么只？三百三百。三百。上半只敢买三百三百，上半只敢买三百三百，三百三百，三百是这边啊，这边啊。什么呀？炒虾五，炒虾五了。啊，大约一班。拢好，你敢买？哇，我大只。老钱了，紧。准好你本钱啊，你。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我是破炒的，你等我一下。好，这边点头对吧？看就好，看就看对。啊。什么啊炒的？什么啊炒的？大姐，啊，这我是来讲一下，恁注意听好哦。今天比较炒的五箱，你紧买，注意听好。我今仔炒的，剩上尾五箱，拜二拜三讲是搁无卖着，搁无货哦，是怎啊到货哦？紧买。油麦路啦，油麦路准备，油麦路，油麦路准备。啊，别找啦，别找。来，你今仔要炒的，大家听好啊。一口十二只，正野生的，给他看一下，给他们看一下。只要能夹，只要有捌买过啦吼，好食哦。好食。无好食，袂当来退啊，袂当来买啊，听好啦，是听好啊，一口一斤重，互你看一下，给咱看一下。保证野生，保证甜，保证好食的。啊，先来先看，先看，先来。好，八炒。先看来先看，加野生的哦。你注意听哦。今仔日我一口提出来，我花钱可以听卡提钱。一定是原因的啦，妹妹，我卖恁一个物件，品质好啊，卖讲介绍，卖讲介绍啊，我家卖一个物件，佮品质好啊，你要过年要食较好个啦，唔是卖着要讲干胶，真正有影呀，注意听啊，一块一斤啊，我喝一斤卖外百块炒的，注意听啊，还炒好听，菜好听，小声，我空档帮你跟他们说，一人两斤，爱吃两斤哦，爱吃两斤哦，拜托一个炒的，你莫搞我用晒，你搞我用盐烤、用焗烤的，真正好食对无？我无甲你抓啦。炒的这些东西，有交流三十天，啊，如果不到就没有啊，好吧？过年时啊，我吃炒的，较好吃海草啊，大只的。鸭肉块有没有？来，注意听好，全部只上头炸两斤，猛来花三千，花两千，花千块，妹妹，一斤剩五百尔，一斤够你，够你，再够你，好啦，一个啊，来，再够你，再够你，全部三人客四斤哦，四斤提起来啊，一人四斤，听好。我几箱？我存三箱尔。好侪啊！好听好，今日即刻炒我送你，大大只，全部一人五斤，大大只，你相信我，只要一只夫妇两卡做你挂上来，一人五斤，一千块。好，谢谢。加两个啊！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炒一千块。来炒虾，我先把加一千块。加一个。收钱，收钱，你先去收钱。哎，只收你收钱啊！我帮你分一个哦，我这边还有一个，我帮你分两个哦，妹妹，卖了比白花少，你都卖了比我无多。那个，恁炒的，恁全部叫我来包。哪个提个？收钱啊！阿平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等这边用完。哎，辛苦，我先把这炒完，先快。好，看起来啊。啊，鱼肚还有三十片的。三十片，我帮你算一下，我等下帮你。有的话就留。我有，我是靠那张那蒸的。有，在我这边。大哥，先把这一千块钱给我。有，阿平，我先把稍微那个一口香的。哎，可以起来。先，你要帮我算一下这边有没有三十。我不要嘛，一千块钱给我，一千块，全部收。三十。存两箱了。一块一斤哦，两块是两斤哦，我先稍微一千块钱给我。一千啊。一千块拢有啊哦。妹妹，我帮姐收这吗？有收这吃袂了无？你太多了，来一千块来，让我来。行，来妹妹，收这吃不了，六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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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六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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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姐，来六百，六百块，六百块，六百块，六百，六百，哎，三斤哦，六百，六百，你收几个？千几个？好，六百姐，八块钱我借，六百块，六百块，六百块，炒的，炒虾我先我借，六百块，六百，三斤重的炒虾我先我借，六百块，六百，好，炒好起来，然后叫炒的，六百块炒的，好起来。我还要想要吃炒虾的，六百块，六百哦，六百，六百，六百拢有吗？拢我收起来啊！哦，嗨妹妹，嗨，搁收者，搁要搁要买较少的无？你后礼拜无来啦？哦，礼拜无来，哇，礼拜要从家去日本啊，要去迪士尼啊！噔噔噔噔噔。哎，你今日来？来妹妹，注意听好，恁到
二买买买，你买个九千，你其他情况嘛？海鲜排，海鲜排有，来海鲜排我。啊，那大一点，那就不好。啊，那个牛肉肉，牛肉肉，牛肉肉。来海鲜排买买，注意点，一边五样个，一边五样个，好吃吧？海鲜排我来好啊，价比还够紧，够紧嘞，可以有啊。哎，炒虾再1000嘛。等等我一下来。这个物件我固定咧卖，恁加货卖，恁紧买，一瓶五两个，一样十个。海鲜花枝排，100到100块。姐，一百，来来来，一瓶，来帮我炒一个钱，一百只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，给我百，十块一包，十块一包。我要炒的无，我收起来啊，无我收起来啊，来，先走钱。啊，迄种，迄种干。我要炒的无，1000块，1000块。干杯输啊！啊，干杯再好，干杯输好。来，过来，收起来。可能等一下，可能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牛肉卤黑啊，牛肉卤黑。来，牛肉卤，牛肉卤，牛肉卤来。来。哦，这整个菜会够不？菜头贵，我叫我吗？菜头贵，菜头贵不？小包两包菜，我想要加两个，加两个，八号到一百五，来八号我。因为你把现金收回，我不确定你还要不要。你没有，我只500无，真正500对吧？条内底无20第以上的吧，做你挂单退钱，买几包花几包，我今日歹势，我加100块500尔嘛，两种烤饼尔。哎，两种，两种了哦，一个是牛肉，一个是羊肉。你即摆有诶人个，足侪人拢伫外口捌看过，一包一百块。我即包是大包诶，即包是大包诶。听好，你3包为一个单位，羊肉、牛肉。